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如，我是谢霆锋，我是林东奎。急诊并不一定都要像菜市场，不一定像战场，它也可以有温馨的一面，都是时期在看面，这是对我们急诊一个污蔑。传播知识的殿堂，与世界接轨的桥梁，人文讲堂。